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拄则大家看到立法院高嘉瑜的房间，可能真侪人感觉真惊人。今日哩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惊。这字惊就是恐怖意思，像讲去惊到就惊，上惊安怎，唔惊安怎，予人感觉会恐怖，就是甲人吓惊。像讲你莫惊人，啊若是烦恼会安怎？咱会当讲惊安怎？像讲烦恼伊唔知，会当讲是惊伊唔知。另外这字文音读作惊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。两个词，头一个咱读作吓惊，就是予人有感觉恐怖。第二个词有两款的读法，一个词是读作惊人，另外一个读作是惊人。啊，若是读作惊人，就是垃圾太过阿仔意思。啊，若读作惊人，就是足恐怖，害人去着惊着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客约到期了后，厝卡也是唔搬走，伊吓惊厝主讲唔通改伤过逼，实在是真惊。真无简单，报警察甲伊带走，发觉讲内底垃圾，实在是太过假，真惊人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惊，另外文音读作惊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